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假日好，早安。我们美版的单元《美版一拳超人》来到了40集。那今天40集，哎，怎么登场的是这么可爱的玲玲啊？哇，不知道玲玲在美版的《一拳超人》表现是什么样子，但是这个造型看起来貌似跟台版跟陆版很像。我们等一下去另外一边看，我先把它招募起来。英文 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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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译成中文玲玲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，先领个钻石。哇，怎么感觉比台版还要可爱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这个就没有刚刚那个画面可爱，刚刚那个是 Q 版的，特别可爱。好了，拿到这只玲玲，我们用钻石把这个应援棒给它解开来，然后接下来等级稍微提升。好了，我们去打架了，出发。来看一下台版，它是属于 SR 角色，那在这里的话，它这个应该也算是 SR， 但是美版没有分这个，没有分 SSR。不要再挖了啦，挖很多次了，够了，开始喽。有没有发现对面的聚合铁也是感觉很可爱，但是战斗画面就还好。刚刚那一幕可爱一些，哎呦，倒掉了也很可爱，哦，这黑光也是很可爱。好，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还卡顿了一下，总共打了十一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给他自动战斗，普通攻击看起来比较一般，那之所以称为是，哎呦喂呀，一大清早在吼什么？走 ，Mitty 咪什么题呀、啊？好了，来了，没有给他放慢速度，感觉出招很快，很快就打倒了。不要再挖了，挖什么挖？好了，曲普也倒掉了。我们来看完整的一场，对面还有一个球棒，球棒表示为什么这只 SR 这么厉害。左边的画面，玲玲这个样子，狂人非常喜欢，感觉更可爱，是吧？非常可爱。哎呦喂啊，拿脚踏车乱丢人啊！台版的无证骑士反而都没有看过脚踏车，就连狂人最近做的新单元里面的无证骑士也会使用脚踏车。好了，玲玲加油，还有两只。我们这个是血量太多了，对手太虚弱了。哇，今天的影片好短啊，才三分多钟。最后再来回顾一次，女孩子打女孩子，好可爱的玲玲。好了，我是狂人，我们晚一点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